我有跟我嫂子说，我说，哎，我过两天要去韩国见灿盛了。你说，我说，你让爸爸妈妈、悠悠啊，都所有人送一些祝福给灿盛吧。结果他们就在家里录了很多遍。但是说实话，我那天晚上收到这个视频的时候，第一瞬间就是，眼眶红了。就很感动，我觉得我跟灿盛录了那么多期节目，我们一步一步走近，我爸爸妈妈家人才跟灿盛相处了一天，可是我妈妈都说那都是最美好的一段回忆，很难忘。妈妈，妈妈，灿盛来了，来了来了，这是妈妈，你好。都是爸爸，进来坐吧，进来坐。悠悠，灿盛叔叔好。请坐，请坐。你好。把东西放过去吧。第一呢，给人的感觉帅气、正直、善良、阳光、成熟，而且非常有智慧的那一种。看起来呢，也是在生活中吧，很踏实，给人的感觉。那比电视上还帅一些。还帅一点。妈妈，来过来。没事没事。我拖着你干。不用了，差不多了。啊。你去休息一下，再好热的。我们可能韩国料理就让他来吃点歌。行，要得，那你说说说吧。啊，行。好吧。是丁家的不咯？够了。OK OK， 这个够长，这个够长。对，不咯。我也希望灿盛看到这个视频能够开心吧，就是在中国。他也是有人的，就是以后不管怎么样，家人来到中国什么的，我们都会照顾他们。아유엔씨가동영상을하나전달해달라고。你好，现在时隔一年了，阿姨从心里来说挺想你的，虽然远隔重洋，但是阿姨在这里衷心祝福你身体健康，事业有成。全家幸福，希望你在演艺的道路上突飞猛进，不断的突破自己，以后争取来拿大奖吧。爸爸。张生你好，好久没看到你了，这个在工作上一切顺利，也身体健康。哥，你好，我好想你，你什么时候过来看我？谢谢。啊，이거와네감사합니다직접찍어서주시다니되게고맙네요네안녕하세요네네어머니아버지네잘지내시나요네이렇게서프라이즈하게정말동영상을통해서네안부인사감사드리고요전정말잘지내고있습니다네보고싶고요항상건강하고행복한나날이가득하게바랍니다네어머니아버지보고싶고요네기회가된다면찾아뵙도록하겠습니다네감사합니다